贵阳的这个街景呈现如何啊？哇，这边阳光真好，走到这边的话感觉还不错啊。总听别人说这个贵州是中国最穷的这个省啊，然后这边的这个城市可能这个也比较落后啊，但是走到这边意外感觉还不错啊。这边有条河，看看这周围的这些，那边好像有个高楼正在新建呀。这边是什么？这是他们的旅游大巴吗？二路两层的，我感觉它这边和昆明比较像，它这边的这个建筑和这个街景，空气特别好，特别清晰，能见度特别高。当然经常住在这里的人可能感受不出来，如果去一趟那一个工业的城市，比较发达的城市，或者中部那边，大家都能就能感受出来什么叫这个雾霾天啊。它这边应该是没有雾霾的，这里是它的一个市中心的大公园，应该是的。进来看一看啊，贵州人的这个日常，练练这一个太极，打打拳。这边的这一个自然条件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走在这里面也很舒服啊。它这个贵阳被称为中国避暑之都，夏天这边也挺凉快的，确实挺凉快啊。如果不走在这个太阳底下的话，太阳底下还是有些晒的。哇，它这边呈现还是非常震撼的，看看周围都是这种高楼大厦，呈现还是相当不错啊，比想象中的要好很多。这个大公园也不错啊，非常漂亮，这边植物，繁华似锦。咦，这个是他们的特色吗？你看这根立柱，这个是别的地方没有的，别的地方就是个大广场，没有会立这种立柱。哎，他们这边广场好有特色啊，你看这一个，哇，那是个什么啊，好像这个外星建筑啊。你看他那一个，这让我想到了那一个行星发动机。你看它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行星发动机，然后这往上面从这边开始，从中间开始聚集光束，然后直射这一个天空嘛，进行这个推动。太牛了吧这也，哇，太霸气了，这像一个异形的火箭。上面那一个顶上面那一个是指挥舱，看一看前面还立着一个伟人，太牛了吧，这边也太这个科技化了吧，太魔幻了吧。